我想要知道因缘故生，因缘故灭，因为缘故啊，那缘又是什么？缘就是心法，缘不就是心法？所以法者是什么意思？法者是鬼迟疑，就是鬼迟疑。什么叫鬼迟？古德讲，鬼是叫鬼生物解，迟就是迟疑，迟是以认迟自信，就是鬼迟，鬼生物解，认迟自信。但是这个鬼呢，从个车，从个酒，车是什么意思？车是引重致远，它那个接引重，非常沉重的东西致远。酒者，树之极也，阳之极也。所以这个鬼池都还要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你念念之间心中的至重，引重致远，致什么？致你心中的根本，入世的种种。一切万法万数的知己，什么叫己？你能够骗一切是己，但这个己呢，还要告诉你是酒，酒是什么？阳数之己。那阳数是什么意思？是在大照之己。什么是阴？阴就是随感复感叫阴。什么是阳？能照为阳。觉心现前出一定有两种相，一个一定有照，一个一定复感。在大照之中，一定在众生世界，纵然你现在用到是众生世界的种种照，就是你已经随着感受现前的种种照，但这种照还是什么根本心中的种种作用。地藏经中说，这一念心就是你入凡之时你的福德，叫施罗善现。施罗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是的戒律戒恨，如是律动，念念善现，一定能成就。但是就在这个随缘大照现前处，他马上复感，马上复感就是什么？似乎就有载浮载沉的种种沉中的种种流转。所以沉中的流转就是谁？就是你信中的母亲母德月地利。所以月者从心，竖心旁一个对，对现的对，见心随缘就对现。然后起成种种地力，叫分割差别，分起成差别。那么这种叫女德，这种本来是女德，但你忘记了根本性中的作用，它就是什么？就是罪女。所以月地力罪女，后面有句话叫月地力罪女，升天以来已经三日，对吧？罪女就是你看错了那个女字，就是罪女。就为什么地上度母？都在度你，念念之间，念念回归那念大觉心体的那一念愿心，反观自己根本本来面目的愿心，所以愿心叫圆心为愿，愿怎么写？写圆写心。那念愿心，你就是从此以后脱胎换骨，你脱的就是过去众生流转之中复感的母体，